技术比较全面。嗯，你看拳腿组合都有。漂亮漂亮，有机会了机会了，一龙来了来了来了。师兄立，西龙上头啊！但是武则一龙在2011年切尔顿大奖赛，他的对手是约莫·皮尔斯。皮尔斯，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，这是我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拉达大酒店进行的维基的一场男子72.5公斤的比赛。是由武僧一龙迎战美国的自由搏击约莫皮尔斯。这个孙儿呢曾经两次听过和，不管你是美国的自由搏击冠军也好，自72.5的比赛他的打法的技术比较全面。嗯，你看拳腿组合都有。现在武僧一龙啊，这就